那好，下面为大家播报一下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追踪数据，截止是这个2020年2月29号的10:53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累计的确诊的话是79389，比昨天是上涨了430的。那么累计治愈方面的话是39081，比昨天是上涨了2924的。累计死亡方面的话是2838，比昨天是上涨了47。我们看到这几天的这个死亡的数据都徘徊在40多的这个情况啊，比原来的100多的一天啊有所减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那么现有确诊方面的话是37470的，是比昨天是减少了2541，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那么今日现有疑似的话是1418，今天新加是新增是248的。我们看到现有的疑似的话是在大幅的减少啊，已经是这个说明这个确诊的速度是快了，然后排查的这个速度也快了，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疑似的话是可以减少的非常的快。那么现有重症方面的话是7664啊，这个也是比原来的一万多是减少了非常的多啊，较昨天是减少了288的。那么对比一下死亡的话是增加了47，那说明呢就是重症方面的话很多是转为了轻症或者是治愈出院了，也就是不是死亡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累计确诊的这一个全国的这个疫情地图。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情况就是最严重的仍然是这个湖北地区啊，湖北地区有是累计确诊达到了66337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是广东地区达到了1349啊，也是比较严峻的一个省份。河南方面的话是1272。再接着是浙江方面1205啊，浙江我们看得到已经非常多天是没有增加这个新的案例了。那么湖南方面的话1018啊，也是保持的比较好。除了湖北以外，其他省份都相对保持的这个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全国的这个疫情新增趋势啊，首先这个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的这个趋势图。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这一块的话这两天的变化率都是逐步向下的啊，虽然这个变化不是非常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体趋势从之前一直过来是一个整体向下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形式。那么全国的这个确诊疑似和这个重症的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那么累计的确诊的话现在是差不多达到了8万人啊，是逐步的在增加每天。然后呢现有确诊方面的话是在每天大幅的下降，这说明呢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已经起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现有疑似方面的话也是在大幅的减少，这个隔离的措施还有这个再传染的这个措施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就防止了这个交叉感染，然后呢防止了这个疫情的扩散。在现有重症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现在是在逐步的下降，那说明就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越来越好了，然后用的药也比较精准了，然后虽然还没有特效药，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出了一些比较有成效的一些药在各个医院里面在做这个治疗，所以呢这个重症方面的话是在大幅的减少。下面我们看一下全国的这个累计治愈和死亡的情况。那么这个累计治愈的话现在是差不多达到了4万人可以说是每天在大幅的攀升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累计死亡方面的话现在也是仍然有增加的，但是不是特别的多现在每天从原来的100多降到了40多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看一下死亡率和治愈率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治愈率的话，大概在全国范围大概也是去到了这个50%。死亡方面的话是仍然是徘徊在4%左右，4%。好，下面我们对比一下湖北的这个确诊、治愈和死亡的这个趋势，因为全国最严重的这个灾区仍然是湖北。那么现有确诊方面的话，仍然是在大幅的下降啊，这是比较好的情况。那么累计治愈方面的话，是在大幅的攀升啊。从这两个图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这个趋势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么累计死亡方面的话仍然在小幅的这个有增长之中，每天有40多的这个死亡的情况。非湖北地区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趋势我们也看一下，然后呢，这个累计治愈的话，非湖北地区已经超过了10000人啊，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现象。那么现有确诊的话是在大幅的下降啊，现在只有2000多人啊，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就是湖北内外的治愈率的对比，我们看到呢，这个非湖北地区的话，治愈率已经达到了差不多80%，所以这个病的话，现在看来是治疗的这个手段是还是比较好的，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大家不必要太恐慌。现在我们的这个隔离措施，还有这个防感染的措施也做得相对比较好。那全国来说呢，现在我们这个治愈率大概在50%左右，然后呢，湖北地区的话是相对低一点啊，40%多，所以呢，这个全国平均下来的话就在50%左右，因为大多数疫情都发生在湖北地区。下面我们看一下湖北内外的这个病死率的对比。首先我们看到呢，这个湖北地区的这个病死率现在是超过了4%啊，超过了4%。那么全国方面的话大概在3%多，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湖北地区的疫情是非常的严峻啊。那么非湖北地区的话，这个病死率的话大概是在1%以下啊，这个现象的话就是我们说明了这个病相对非严重的这个湖北地区来说啊，就是相对非常严重的湖北地区来说，是治愈率是还是比较高的，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不必太恐慌啊。这是武汉的一个新增的情况啊，那全国就看湖北啊，看湖北，湖北就是看武汉，所以我们这个图我们也不做详细解释了，因为武汉的话其实就是等于全国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数据所在。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省市的这个疫情情况。那么湖北地区的话，今天新增是423，累计确诊66337，治愈28895的，死亡是2727。其中武汉市的话，今天新增是420，然后呢，累计确诊48557，治愈是17552，死亡是2169的。武汉地区仍然是最严重的这个区域。接下来孝感方面的话，今天新增1例啊，累计确诊3518，治愈是2047，死亡是115。黄冈的话，今天是没有新增的确诊啊，累计确诊是2904，治愈是2119，死亡是115例的。那么荆州方面的话，累计确诊也是达到了1579，治愈是965，死亡是46例。那别的州的话是少于1500，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表里面的具体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省市的情况。首先广东省今天是新增了1例，累计确诊是1349，治愈是972，死亡是有7例的。河南方面的话是没有新增的确诊，那么累计确诊是1272，治愈是1161，死亡是达到了21的。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广东方面的话死亡病例是比河南方面是少很多的，那说明这个可能在这个医疗水平还有这个
经济水平方面有区别，所以呢，在这个设备、人员各方面的话，可能这个资源方面也有区别。那浙江方面的话，累计确诊是1205，治愈是987，死亡是一例的。那浙江的死亡率仍然是非常的低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例的死亡，虽然确诊人数达到了1000多。那浙江这个病的这个治愈的手段，还有这个生命支持手段啊，非常值得其他省市的学习啊，怎么降低这个死亡率。湖南方面的话是今天新增一例，那么累计确诊是1018，治愈的话是841，死亡是4例的。那么湖南方面的话也是超过了1000例了，这个也是比较严重。那么主要超过1000例的就是以上的几个省市。那么在安徽方面的话，现在也是达到了990例啊，还差10例就可能会破1000了。我们希望就是说安徽要稳住，稳住，一定要稳住啊，不要再有新的案例出现，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安徽治愈的话是869例啊，868例，死亡是6例的。那其他省市的话是少于1000例，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来看一下港澳台方面的数据。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香港方面今天仍然是有一例的新增案例的，那么累计确诊是达到了94例，治愈是30例，死亡是有2例的。那台湾方面的话，今天新增2例的确诊，达到了34例的累计确诊病例，治愈的话是有9例，死亡是有1例的。再来看一下澳门方面的话，澳门方面的话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确诊的案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那么累计的确诊是10例，仍然是10例，治愈达到了8例啊，没有死亡的这个现象。所以澳门这块的话，这个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各方面的控制啊，然后也没有新增的这个案例，所以呢，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下面我们看一下全球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我们看一下全球的疫情的情况。现在全球的这个疫情的话是在快速的发展啊，现在已经是确诊的这个病例已经超过了中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首先韩国方面的话，累计确诊达到了2931例，治愈的话是24例，死亡达到了17例的。意大利方面的话，今天的累计确诊已经达到了888，治愈的话是446例啊，死亡是21例的。钻石号邮轮的话，累计确诊是709例，治愈10例，死亡是6例的。伊朗方面的话，累计确诊达到了388例，治愈73例，死亡是34例。那么伊朗的话，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因为它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可能和这个伊朗的这个医疗水平等有所相关。因为伊朗方面的话，这个医疗水平可能相对比较低一点。日本方面的话是累计确诊是233例，治愈是32例，死亡是5例的。日本也是有所增加啊，现在我们看到日本已经达到了本土已经达到233例了。新加坡方面的话，累计确诊是98例，治愈是69例啊，暂时没有死亡的现象。那么美国的话也是累计确诊达到了64例，我们来说一下美国的话，现在已经有3例是在非中国接触史啊，是可以说是这个社区传播的这个案例是达到了64例啊，可能有部分是在这个有伊朗的这个旅游史。那这么看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啊，这个疫情啊，仅仅是中国方面，现在是很多国家，包括原来有一对夫妇，日本的夫妇去夏威夷旅行回来以后被确诊啊，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所以呢，现在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是起源于哪里啊，包括钟南山也说啊，疫情首先爆发可能是在中国，但是呢，这个疫情的
来源啊，第一个来源可能不一定在国内。德国方面的话，现在累计的确诊达到了62，也是在快速的增加之中。那么治愈的话是14例。法国方面的话，累计确诊也达到了57，治愈的话12例，死亡是有2例的。科威特方面的话，累计确诊是45例啊，没有治愈的人数，也没有死亡。西班牙目前已经达到了41例，治愈2例啊，暂时没有报告死亡的。泰国方面的话也有增加，已经达到了41例啊，治愈是28例，死亡的话暂时也是没有的。那么巴林方面的话啊，累计确诊也是达到了38例，治愈是没有啊，死亡也是没有的。澳大利亚的话，现在目前也已经达到了这个25例，马来西亚也是25例，英国方面的话是20例，那其他国家的话是少于这个20例，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已经有50多个国家查出了这个有确诊的病例。现在这个病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啊，全球大爆发已经正式来临了。今天世卫组织也把这一个这个病毒的这个爆发的级别啊，由比较高调成了最高级别，所以现在全球都非常的谨慎啊，的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播报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的收听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给我点赞，谢谢。